姐，去下火车站多少钱呀？去火车站啊，至少得200。走，上车，我带你去。啊，200呀，能不能少一些呀？200你和贤贵，贤贵你走着去，走着去不要钱，居然敢叫我姐叫大姐，乡巴佬，起开。去哪儿啊？老板，我想去火车站，这事儿呀，打了好久的车都没有打到。行，大姐，那你上车吧，我呀正好送路，送你过去。啊，真的吗，老板？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老板，你这车费贵不贵啊？我身上呀可没有多少钱。大姐，我不问你要钱，我呀正好送路，送你过去。真的吗？太谢谢你了，老板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你坐好了。哎，喂，爸，我呀正在回家的路上呢，我妈的医药费呀我凑齐了，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妈就行了。嗯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嗯，就这吧。大姐，你几点的火车呀？我11:30的。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，我直接送你回家吧。你家住在哪儿啊？我家住在毕歇期各大村。好嘞，大姐，你坐好了。哎，先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大姐。这呢是我的名片，等你以后来城里务工的时候，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或者是来我公司上班。给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不好的时候陪着我，谢谢你给我勇气，谢谢你。喂，大姐，你刚才车上的通话呀我都听到了，我被你的孝心深深的打动了。这一生有了你，谢谢你在我需要温暖摊开了掌心，谢谢你眼神的坚定，谢谢你
那些钱是我故意放进去的，你拿着去给你的母亲看病吧，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来我公司找我。哼。就让风吹吧，吹吧，不要打扰回忆，时光如流星。